我的人。哎呦，这件我不行，我穿不了这种风格的。S， 我不穿裙子。这可是我压箱底的宝贝，涂上它，保证你能绝处逢生，化险为夷。哎呦，我觉得算了吧，这太红了，我还是不涂这个了。Trust me， 嗯，反正我每次一涂上它呢，都能出奇制胜。你这心理暗示好吧，跟一会儿手帕你都觉得好用。闭嘴，涂。陈哥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嗯，怎么了？你今天看着有点不太正常。是啊，看你这表情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这儿等女朋友呢。我，咱们这么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厉害的心理师，咱们是吧？我这个是全方位的在展现我的诚意。嗯、哦，那钱哥，他的镜子什么时候可以还给我？哎呦，诚意十足啊！贺老师，刚才这海报上的人是您吗？啊，对，是我，王卓。哦，您好，您好，您好，哎。您今天过来是？我也是第一次来这儿报道。哦。可以。来的正好，给你介绍一下。不用了。这。我的人。贺老师，贺老师，很希望以后你跟开义在工作当中能擦出那种富有创造力的火花，那以后我们是一家人了，是不是？欢迎你加入我们电台这个大家庭。谢谢主任，我一定会尽我所能的。哎，这不是开义诚心诚意邀请你吗？要不然他也不能自己掏腰包。哎，也得谢谢主任的支持啊！对对对对，他自告奋勇。重启当年那个火遍全国的经典节目，对吧？谢谢钱主播，能够让我来参加这么宝贵的节目。哎呀，你还真得谢谢我。对对对对，谢谢谢谢谢谢。